看啥呢？怪害羞的。没事，没关系，没关系。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因为今天啊，有人请吃饭啊，所以心里就比较开心。好了，言归正传啊，那我们也知道，疫情之后，其实说实话，对所有行业的这个打击啊，都挺厉害的。那今天呢，这个正好呢，咱们有人请吃饭，去到这个地方呢，他说在吉隆坡金马仑啊，很多地方都有分店。都说了是云顶，怎么还金马仑呢？然后这边的槟城是今天才开始营业，对不对？对。好，那就说明咱们这边的经济在恢复啊。我们先去看一看是什么样一个店，听说消费嘛也是不低的哦。对对对对，云顶我忘记了，不好意思，说成金马仑了，可能我想去那边了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祈祷过要下雨啊，真的，最近的天气。哎，是在上面吗？对。好，那我们从这儿进去。我已经闻到了雨的味道啊，希望我吃饭的时候下大暴雨，出来的时候一片光明。在格尼的四楼。哦，突然吓我一跳。哇，这个声音。这个环节真的非常的特别啊，在现场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有福啊，赶快拿出你们的手机来，把这个特别的环节。这应该是开业典礼啊，现在呢就是说在舞狮。We are now having the doting ceremony for our gold lion here.哇！兵啊，翁啊，花啊！哇！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去能够吃东西了，来讨一个棒棒糖，讨个彩头。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可以是吧？谢谢，谢谢。有没有前面那是嘉宾 VIP 嘉宾，他们邀请的什么《光华日报》啊、《星洲日报》啊等等。我们是第一桌，我去讨了个好彩头，太棒了，太棒了。还有，那你们可以跟我这里抢单，什么好的，好的，谢谢。哎呀，终于进去了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吃什么的就过来了，没想到还这么搞的，赶了个好彩头，好粉嫩的感觉啊！这家店开业之后，女孩子应该会喜欢吃啊，我也是第一次来。他们说那个，哎呀，我还想去看看那边啊，这老板到底是有多么的少女心啊！那边是人家 VIP 嘉宾呢，我看看。我想看看外边的景，我觉得今天一天我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爽啊！啊，景也是蛮好的哦，这不是海边那条道吗？
不知道消费怎么样啊，我们待会儿吃一吃看一看。一上来的时候吓我一跳啊，又是敲锣打鼓的，我还以为是怎么了，没想到运气这么的好。那我们就看一看，当然今天这个消费也不能够代表它正常的水平啊，它应该是有活动对吧。谢谢。这个是我们的餐，我在你们桌子左右两侧有纸巾和牙签吗？好。还有抽屉里面，这个是我们这份蛋白，是我们招牌，还有香辣锅，这个也是我们招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新品叫酸菜猪肚汤，这个是我们的新菜品。谢谢。哎呀，新店就是好啊。哦哦，进来了进来了，他们是干嘛来了？让我摸一摸是吧？摸哪个？摸一摸。看啥呢？怪害羞的。好了，是这么走了。好像跟海底捞有点像啊。粉粉的跟我一样，头太大了。吃什么呢？你家头大，全家头大。你确定你要这么说吗？我不听啥，这苹果好老啊，跟你一样老。我不知道你看我吃瓜皮，你太难了，看了吗？夸了。其实他们这个酱真的很香，我把它尝了一下。他们有两款 special 酱，辣椒酱，你们如果能吃辣的，来之后一定要尝一尝。来，我给大家指一指吧。就这个军皇酱可以少放一点，就这个酱。然后这个蜜汁香辣酱也蛮不错的，这是一点干杯丝，我把它当成一干。好，谢谢。欢迎光临。刚开始以为我这个是饮料呢，结果是汤底啊。我是今生的小麦克斯。老骂人说是像猪。好，谢谢，一杯就够了。是你们罗汉果吧？柚子冰沙。柚子冰沙。哇，好开胃啊！解腻解腻，快点！你好，您贵姓啊？啊，姓陈。姓陈是吧？对对对。每次我对你还是？对我吧，对我吧，对我。哦，对对对。是每次锅在冰城的第一家店吗？对，在冰城的第一家店。筹备了有多久？这家店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在扣饼前已经在谈了。这么久了，对，很久了。那看来是好事多磨嘛，是不是？谢谢，希望这样子吧。其实一直都希望把我们乐天饮食集团不同的品牌带来马来西亚。其实我们乐天饮食集团，我们第一家开在槟城的是楼下 LG Pro 的一个叫 Paradise 泰国餐。哦。对对对，但是我们是在12月头开的，2022年。然后今年我们这一个是第一家另外一个品牌，就是美滋锅。我觉得今天这一口是好事，我觉得美滋锅不同。
过美滋锅的朋友或者是客人都知道，我们美滋锅是我们出名的胶原蛋白美颜汤，还有我们的香辣是自保那个我们不叫麻辣，我们叫香辣。你这个我吃了，今天。对。其实今天我也在视频当中说了啊，吃的这一方面，包括酱也好，还有这个锅底也好，它不像传统的火锅用的是那么大的油，而是专注于这个料。对。可能叫料餐。有一只人参在里面。对，我今天还问我说，哎，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人参。那接下来，其实你们也对槟城的这种中高上的这种消费也是充满期望的吧？我就觉得这一个每次过这个品牌，就主打就是可能年轻人或者是家庭的或者是生意伙伴想来这边去涮火锅，然后想来谈谈生意之类的，就不会是中高的，就是真的是普罗大众的，对，但是也是要看你点什么东西吧。对，好，谢谢老板，谢谢，生意兴隆，恭喜发财，谢谢。刚才买单是买了357是吧？好，谢谢老板，谢谢狗晶晶。我们这个朋友，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很搞笑，姓狗名晶晶。好了，也不开玩笑了。其实说老实话，在槟城这样的火锅店，这种消费也没几家，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多几家这样的店蛮好的，包括从各个方面的竞争，对吧？服务方面呀，或者消费方面呀，或者其他方面细节可能做得会更好一些。另外啊，我个人觉得啊，在后疫情时代，像这样的店不断在开业，说明还是对这个消费蛮有信心的啊。你们是不是？说美滋锅其实我是第一次吃啊，之前没有吃过，包括它的汤底。哎，我们有没有拍他们的汤底呀？有，拍到了是吧？反正我个人，我也不太把话说满。今天晚上回去我拉不拉肚子我就知道了。好了，记得关注、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是 Max。